学会感恩，感恩大自然的福佑，感恩父母的养育，感恩社会的安定。感恩十指香甜，感恩一枝温暖，感恩花草鱼虫，感恩苦难逆境。如果你能以平和、无忧无虑的脚步行走宇宙世间，那么对你而言，你将无需到所谓的净土或天堂上去。佛陀的德行就宛如庄严紧簇的花园，重重无尽。喜爱花的人一进入花园，立即被第一层的景色吸引住，然而转过一圈，景色更迷人。惊奇之余，他们转往第二层，景色更殊胜，接着又前往另一层楼，如此无穷无尽，叹为观止。他们一旦深深爱上这些花朵，就也不想离开花园了。
善是快乐的别名，行善会带来开花成熟的果报，那是长久的喜悦与快乐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。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。袋子里面还一包米，这一包米我希望各位大慈大悲，今天来玻璃寺，我们希望把功德刚刚念了这么多咒，特别辨识咒，你走到哪里给他拿七颗撒出去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那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甘露，那些孤魂野鬼制造车祸的得到超度，功德大不大？乃至老菩萨你更厉害，你慈悲，你拿一颗就念一遍往生咒，好不好？一颗念一遍往生咒，没事在家里拿这个当念珠啊，那么阿弥陀佛一颗，然后哇，这黄金啊！我们台湾有一次地方上闹鬼，而且车祸很多，当地的首长不知道怎么，他就到寺庙找老和尚，老和尚说一个月我帮忙，然后就发给信徒一人一包米。老和尚说我们地方上啊车祸多，鬼神作怪，麻烦你们回去以后这一包米念一个月。他们怎么念？一颗米念21遍往生咒，哎，哇，这可厉害了！然后念完一个月以后，市长来了，老和尚说：“市长，你就派多一点车嘛，每一部车载我们一个老菩萨，走到哪里就丢一颗，丢一颗。”自从那一次以后，那个什么鬼神车祸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一颗念21遍往生咒，哎，还得了？啊，然后那些鬼吃到了。
强迫他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回不要不要慈悲一点念一下啊？所以平常你都有米的，拿来念大悲咒啊、药师咒啊，都可以啊。Om Mani Padme Hum 啊，啊，然后你丢出去的时候要念这三个字，念一下 Om Ah Hum， 对，一变无量，无量无边，丢出去，丢出去，啊。特别佛经有说，那边有人在种田、种水果，你念辨识咒给他丢出去，那个土地变成很肥沃，长出来的花草树木很好，功德大不大？很慈悲哦。啊，希望他们种田的、种果、水果的都很好。那边有鬼，那你不用怕，给他丢几颗出去，他吃饱了，就像那流浪狗吃饱了，不会咬人了，啊，还给你摇尾巴，啊，所以你走到哪里多布施啊。特别各位到一般的庙，很多庙庙在拜拜拜拜拜拜，啊，那鬼神多嘛，鬼神多，因为他们那边杀鸡杀鸭，鬼神多啊。那各位，你懂得佛教的方法，到那边拿七颗嗡啊吽嗡啊吽撒一撒，啊，那你就是一个大菩萨，啊，如果你会念辨识咒最好。所以各位每天出去都带一包米出去，好不好啊？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